欸，要跟你们讲一个事情。是。要是谁教你们这么发展的？爸爸。我很担心你的安全呢。哦。干嘛？早安，麻烦现在也去叫醒你的女队员，到楼下集合。哇，现在啊。女队员哦，对，先叫女队员。起床了没？我就知道，你不是九点吗？你要干嘛？赶快想看你起床的样子，就你没想到你们是什么？对啊，因为我怕。你怕什么？怕被侵犯。谁？就是林博士。我们现在有一件任务要你做。啊？让你去女孩的房间。要我去女孩的房间？对啊，我有家室了，你知道吗？去敲女孩的门，去把女孩叫醒，叫到一楼。你不要闹死门外。有什么意思？如果你家有女孩，提醒她一件事情：出去的时候锁门，从里面锁，对不对？但钥匙记得带进去，要不然你锁也没有用。进去，进去。能看吗？可以看，可以看哦。我跟你讲，不关我的事哦。是他们刚刚在那边一直敲我们。早安起床了，那个面膜是怎样？就是早安起床，结果呢发现因为过早，那我们就想说，我说你很早都起来了，那个面膜吧这样。但哎，要跟你们讲一个事情。是。要是谁教你们这么发展的？爸爸。我很担心你的安全哎，以后出门记得里面门要锁，然后钥匙都拔下来，拿在里面呐，你放外面。谁都可以进来了。你戴眼罩，你还知道有灯在照你哦。哎，起来了哦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我们已经落后了。为什么？是九点了。他们就骗人啊！怎么可以这样？那我们先睡哦。快点啦！起来啦！干嘛起床气哦？嗯。哎，起床气，女艺人起床气，你是这样？好了，我们要冲了，走了。穿外套，穿外套。快点，快点啊！好多的。穿外套。没关系。我看什么都看不到。欸，你们好现在好自然哦。你们现在好实境节目哦。可以了，好了。早安。什么？你好，请问一下你有水吗？有。可以给我们三瓶。我连水都没有。水给你们。为什么要水？因为你们这些臭女生现在都没刷牙，跟我一样。我怎么？那有时间刷啊？看这个样子，应该是要骑摩托车出去啊。对。然后你竟然穿着这么私密的内衣。不要跳进来！小狗，而且怎么有时间刷？哎，你看，小狗，这是一种尊重吧？我们应该至少要多一次。不是啊，太早了。而且你们本来不是讲说是几点？对啊，我真的不知道今天会。换衣服了，累死哎。继续啊 ，OK。大家好，今天已经开播了。赶快！快！你看，你根本就没有快，你最慢。先把杯给他，让他刮一下。好，来，刮来。哎，动个大领导一次哦。好了，恭喜先到的，我们可以获得一次直闪。对嘛？哎，你闪过，你闪过吗？那你可以闪，你穿成这样，加油啦！
你看。